修天花之漏水篇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Brampton， 这里呢有一个 house， 然后把这个口子呢，可能因为修什么东西吧，也许是漏水，给打开了。现在今天呢就把这两个口子呢给封上，然后包括这里都是水渍。今天把这水渍呢都修理一下，然后等到下次整体油漆。这里有水渍地儿呢也不少，这里也有泡过的痕迹，大概就是这样这个情况。 OK， 这个口子也不小了，挺大的。现在呢把这个口子呢补上了，然后发现这边呢这个玄关呢也都是裂，然后没办法，然后得要补，这个外角都崩开了。然后这边呢已经把这个垃圾呢都已经咔嚓下来了，然后劈两道灰就可以了，就这样啊。 OK， 现在呢这些都修复完毕，这是天花，然后这个玄关这个 box 呢也是被泡了，很多外角的裂缝都出来了，重新劈的灰，内角也坏掉了。然后这边呢就是这一大片有黄渍的，这个之前呢就很显然漏水漏得很严重，因为你看都到这边了，这个专用螺丝这一块都得要补，都是这个天花呢可能是有一点点的下陷，漏水面积挺大的。这边呢就是漏水的主要点，就这样。 OK， 等待下一次再过来sanding和重新把天花和墙面都油掉。